早安。干嘛啦？干嘛？因为便宜就是换哦，我会 ban 了你哦，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一定要绑定叉霸手把？同意。哇靠！设定图像，无边视窗，等一下哦，变形。画质材质标准，不是它可以改按键的吗？那个 A 跟 B 我很困扰哎，可是我看一下，等一下哦，是用 Switch 手把，等我一下哦。Switch 手把也不是不行啦，只是声音有点大。然后就到时候 Switch 按键又不一样，我会气死。看看，有吗？欸 Switch 好像可以欸，一般。早安呀，哎，有款一点开始卖，结果我等了好久，更新好久，终于在两点的时候弄完了。早安，早安。啊，对不起。啊，问一下，我搜一下手把，因为我想说用 PS 手把，结果它的显示设定通通都是叉霸，是逼我买叉霸手把。棉被猫早，雨电早，爷爷早，雪莉早，柠檬早。哎，雪莉，如果。我今天四点，因为中毒没办法离开这里。我们家露诺，拜托你了，拜托，拜托你了。啊，好，露诺，我们再看，露诺，如果我中毒的话。你可以去跟雪莉跑哦，来吧。哎，帕鲁真的还好了，上线都不知道干嘛，就吃种菜啊，好大声！等一下，好了。哎，手把会震，手把会震。太小声吗？我等一下出去调，等一下设定调一下。哎，
这只不是公主连结的吗？把这个心好了，什么繁星啊？赞赞赞赞赞！星造型很像，根本一样好吗？定定哦，可以再更变啊！是是是，可一样吧？要不是我有玩公主连结，我就被骗了啊。但我好像也那时候没开始没玩，然后已经半年了吧。哎，大伞安，什么时候还要在一起捡垃圾啊？啊，你有利诺的贴图啊？我那天看了一下人物啊，本来想说选一个叫做刀奶刀的爱奶，胸部大大的，个子也是娇小娇小的，哎，好爱好爱，但发现哎有兔儿哎，该玩了吧？你利诺粉哎啊，你竟然不是露诺粉，而是利诺粉，还是你是诺诺粉？诺粉，完了。哎，你知道他会看台吗？你知道我们的五岁岁他会挂台吗？不信的话，你看哦。哎，露露，哎，火鼠安安。只要我们打，设定音效，无相按键网络设定，无相游戏设定。叉叉安安，感谢叉叉十二个月。なんだ、ルリア。この世界の空の世界の端っこって。怎么办？我真的不是剧情派的，我好像全部跳过。繁星，你觉得呢？我想打怪，我刚刚没在看哎。哎，真是令人期待呢。哎呦 ，Otto 哎，我原来他叫 B 哦。好像还是有点小声哎，好大声。空の果てか。どんなところか見当もつかないな。でも。我根本跟不到利诺台，他都死人时间开台。我以前也都是在利诺开台的时候在，因为我以前都死人时间在，所以他那时候都喜欢在晚上找我玩游戏。他最近是作息有点正常，然后，嘿，然后他也都说繁星最近都死去哪啦，我说我最近最作息正常了，不好意思，我是作息健康人。而冰冰安安，哎，这次的
这次光遇的那个烟火，那什么新年的那个龙烟火是不是很少啊？我本来带露诺要去吃那个烟火的时候，想说，哎，我觉得没有以前的多。我就说那个什么烟火会一大堆火喷到多啊？为什么我吃的时候超没有感觉？哦，不过很散哦，那确实。我就是点完两根要去吃下一个的时候，烟火就消失了。哎，害我不能让他体验就是全部的火往身上喷的那种感觉。他的跳竟然是 A 键，完蛋了，完了，跳是 A 键不会玩欸。新しい空域ってのはいいも但也差不多快五根，你是说从三倍吗？三倍吃完五根是不是？那感觉没有海胆吸引我哎、欸。会有 moves。魔物が出そう？空ってやつは安心してる時に限って牙を向けてくるからな。油断はできねえさ。设定可以调，不是调的话会状况会很多，因为它里面战斗好像是固定的吧，不知道哎、欸，我其实没有看这游戏怎么玩、欸。前后左右冲刺步行跳跃，这什么东西？没事啊，人是可以习惯的。嗯。嗯。哎呦。冲呀！完了，我想按。按下叉键便会攻击附近的敌人，与 Y 键一起组合。按下 Y 键会发动角色的特殊功能，所以是按叉攻击。哦。欸，白痴，等一下，你看一下右下角那个，右下角的 X 跟 Y 是反的欸，白痴哦。LB 可防御敌人。我的 Y 是在右边，攻击是在上面欸，我想说，啊？对啊，完全差霸哎、欸！我的天，咦？我是死定完吗？我是啊。不是你讲的那个我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在魔物猎人就用过了，他改东西太多了欸。好，我等一下弄一下，不能改按键吗？不行，他没有手把按键哪里改，我等一下重开看看。你说在哪边？因为那时候其实崛起很后面才要改的时候发现来不及了。
因为按键都已经记起来了。安妮当时也觉得我很猛，明明要上下选的东西我可以左右选，左右选的东西我可以上下选。哦，手把好真。所以我当时其实一直很有点害怕，开始用 Switch 手把在玩游戏。在游戏前右键设定，嘿。下一段，我重个打，我重开一下。哎，看动画好了，先看。我还有啦。难怪我就想说，怎么会有跳跃键是 A 键的？打不到。然后想要他的锁定键跟那些键，我怎么都觉得怪怪的，很反人类。有些游戏没办法侦测那个手把，你看这个问题，安妮之前也讲过了，他说网络上很多都有这个问题，然后解决方法是他有教我，但是他说你现在要学吗？我说下一款游戏吧，因为如果我现在 那时候崛起开始玩手把那个正常配置的话，我会完全不会玩魔物猎人的。预设叉霸，对啊，所以导致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买叉霸手把？虽然之前真的有人是直接推说，就买叉霸手把吧，因为比很多手把都实用，但是碍于手把真的太多了，想说就真的坏掉再说。结果太多好用的连发手把了，一直买。对吧，番茄。要干嘛？可以转圈圈吗？不行。やりたい放題してくれやがって。次来たらもう耐えられねえ。おいまだか。こいつを殺して溶接完了。よし、これでどうだ。行けそうだぜ。緊急上昇する。振り落とされんなよ。完了。又是一个玩了会出手汗的游戏耶，我觉得我的手把可能又要一堆够了。
好帅哦！の食らったら一発で大ダメージだぞ。なんとか回避できたが、次もうまくいく保証はできねえぜ。あいつ正面に回り込む気よ。この距離じゃどっちみち避けられねえ。みんな衝撃に備えろよ。冲啊！啊，我想去扁他，打扁他。不行，我们要玩得很快乐，这样姐姐才可能会买这款游戏。爱爱查德安安什么？哇，这款游戏好玩呢啊，值得购买。是他真的太多角色太好看，我本来觉得还好嘛，这就是感觉手游然后的感觉，但他虽然很像手游，但是他很多成分也跟像魔物也很像，我觉得很吸引我。大布吉，好香好香。吉他，再来，再换下一个。瓦纳。好诶，重捏角色咯。你看这时候这个画面又正确，这个时候按键又正确啊，战斗的时候就不正确。深い暗闇の中、ルリアの声が聞こえる。以前にも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た。あれは旅の始まりとなった日、帝国から逃げてきたルリアと出会った日、助けてあげたいと思った。でも私は命を落として。今度は私があなたを助ける番です。私の力あなたに預けます。私の力を使ってください。きっとあなたなら。我应该也叫改名叫好爷才对吧。对，好爷你来了，拜托你了。好耶，云杰。ルリアは不思議な力で、一つしかない命の半分を私に分け与えた。その事実がくすぶっていた空の果てへの憧憬を旅立ちの決意へと変えてくれたんだ。空の果て、星の島イスタルシア、あらゆる望みが叶うとされる伝説の地。そう、ルリアと仲間たちとイスタルシアを目指して旅をしている。イスタルシアにたどり着けば私とルリアの命のリンクもきっと。私は今どこにいるのだろう。そうだ、船から落ちてしまって、ルリアとピーも。好耶，我可以切了没？切窗了没？啊，还不行。我很想切啦，他说我可以跳过啦，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剧情，稍微看一下嘛。
它存档了，我是不可以关。好，先关掉好了，都存档了。